怎样才能有效消除脂肪？马上试给你看。热水澡泡了以后到底有没有溶掉？感觉很薄哎，没有。对，所以没什么效果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就是挤压嘛，哈，挤压看能不能把油挤出来，对不对？按摩，按摩，按摩看看。对，它最后呢，我们用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方法。